号，我们的作品编号是140601，而我们作品名称是智慧公路安全矫正器。我们的特点总共有六点。第一点，我们拥有两块板子，分别模拟公路的系统以及车子的系统。第二点，我们利用手动模拟交通部所提供的建议流量，来控制我们红绿灯、红灯的时间以及车距警示的标准。第三点，我们的继电器会依据当时光的亮度来控制路灯的开关。第四点，我们有车祸警示系统来防止第二次车祸的发生。第五点，我们的舞台为工程界面，让我们调整参数大小时可以更加的方便。第六点，我们的程式有运用大量的模组化，让我们在修复程式的时候可以更加的快速。谢谢。我们使用的软体是 Big Designer， 而在我们的历程使用中，在我们的历程中，因为我们车子目前我们没有 GPS 系统，也说我们因为这个问题，所以我们决定沿路设置我们的按钮，去模拟那个路段发生的车祸。而接下来是我们说明以及示范部分，我将会负责主讲，而我的那个伙伴他将会负责操控我们的软体及硬体。在我们的那个红绿灯系统中，我们的红灯会依当时的流量去控制它的那个红灯的快慢，红灯的那个秒数。当有车子经过的时候，它这个程式的时候，有时候它可能因为接触不了，所以它会有一点，对，这比较。这就是我们的红灯的部分。红灯中，我们用了一些模组来代用的红灯。现在我们是流量控制的功能，当如果车子经过的时候。也就是它流量比较小的时候，它会等待5秒。当如果有车子经过它，而它流量比较重的时候，它就等待3秒。而这是，然后以此类推。测试一下。测试。那可能我们要整个先关掉重开，因为它有时候它要故障，所以我们整个关掉重开，它通常故障都能排除。这都会算时间，越讲它已经关掉，至少让我们看到有东西出来。对 ，work， 对。都对的，全部都有测试过，我们都全部都 debug 过了一遍，对。但是，先说它的功能好了，它这个，反正它只要车子经过，它就会红灯，然后等待刚刚说的秒数，它依它流量去控它的秒数，比如说它等待几秒钟，它会变成绿灯。它这一半按下的时候，它会自己跑到里面，它就代表它会在这里的时候发生车祸，它这会显示第500公尺的时候的车祸，这里也是，对，然后还有我们的路灯系统，这个路灯中它当它变暗的时候，它会打开我们继电器，亮的时候它会关闭我们继电器，
而我们的计件器中它，而我们计件器中它，我们是用那个我们标准误差值下去调整，就说是这个四十去加你这个二十，然后它的最低标准是二十，它最低标准是。它的亮度标准，它会从这个加上二十变最大，然后这个加上二十，它会变最小的标准。对，然后这是可以依据它所有的它去更改一下。因为光明电阻有时候它的范围会有些微的，它的数值会有些微的调整。对，它数值它，因为它是比较敏感的那个感测器。对。然后我们有超音波的测距系统，有时候它会依当时的流量来控制它。像现在流量比较小的时候，它流量比较小的时候，它的容许就会比较低。有时候它比较只要靠近一点点的时候，它就会光源器就会鸣声。而它比较近的时候，而它如果流量比较大的时候，它比较近的时候，它光源器才鸣声。对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前置就是装在车子上面，这些是装在车子上面，这个是装在光路上面的。对，这些就是对，就是装。因为目前这些都是在路上，对，在公路上面，公路上的状况，对。那你为什么要做一个500跟1000特别的？因为它如果500发生车祸，它就会显示500；1000发生车祸的时候，它就显示1000。当如果两次都发生车祸的时候，它两个都会显示，就是500+1000都发生的车祸。所谓的显示是什么意思？是说这边它会显示500，车内系统。这是专门控制显示，这个是在公路上的显示，公示显示车上的显示，跑马灯显示。所以500的一直都会显示，对。因为这个软体本身就是会有一些问题，对，所以可能在应该就是本身软体的问题。它这边测里面的按钮怎么分工的？我是编写软体，它是做硬体，而当硬体做完的时候，它会帮我去做 一部分软体，然后我们再合成，对，然后最后半个小时我们再讨论再重做。那你这个发展的过程有一些图啊、绘画图啊或讨论的图吗？亮度有出来了，那如果车祸呢？这是我们一开始的那个讨论，脑力激荡的讨论。哎，有了，车祸有。目前流量是一，所以它的限制小，它的红灯时间会比较久。那我们调到3的时候，它的红灯会比较快，是比较短。那并且在车距的部分，目前3所以它的容忍范围比较大，它要到近的距离才会叫。啊，1的时候它的距离远远的它就会叫。它会根据当时的流量来它的调整它的距离。哦，好，时间到了。很抱歉，因为这个软体本身就会有一些问题。好，谢谢。